很大的店，新开的，在新沙洞。这个人因为手机掉在计程车上，所以他现在要立马买一只。有什么感想？期待新手机吗？我一个月的薪水就没了，反正回去很快就发薪水了。这是床，这是电视，然后你后面是连身镜的部分。我们看一下摄影师，摄影师的往右手边走一点，就是我们的厕所了。大家一定想知道行李箱开不开得了，来看一下你行李箱，开不了，还有一双臭袜子呢。我好冷哦！刚说什么？嗯，麦当劳。哦，是的。
超懂。You are all good.
开始Thank you.